EXO App。大家好，我是 EXO-M Chris。大家好，我是 EXO-M 的 Lei。大家好，我是 EXO-M 的陆涵。大家好，我是 EXO-M 的秀明。大家好，我是 EXO-M 的钱。大家好，我是 EXO-M 的涛。很高兴能这么快带来我们的新专辑和大家见面了。我们很努力准备这张专辑，希望大家可以锁定百度、贴吧，关注 EXO-M 的新专辑《上瘾》。然后下面请我们的陆涵介绍一下这张专辑的主打歌。这次我们 EXO-M 的新专辑《上瘾》呢，会在5月7日正式发行。我们这次的主打歌《Overdose》呢，是 Hip Hop、R&B 还有 Urban 的完美的结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会继续努力展现更好的舞台给大家看。完了以后，希望百度贴吧的粉丝朋友们能够喜欢我们这次的作品。是的，我们有时间也经常会去逛贴吧，看看大家在讨论些什么，写些什么，然后去累的时候去看一下贴吧的帖子，会觉得很感动，看见大家对我们的新专辑的期待，有压力也有动力，但是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我们这张专辑。谢谢百度贴吧的粉丝2年来对我们的支持，带着这张新专辑，我们会更多的回到国内和大家见面，不管是以 EXO-M 或是全体的身份，都会更加的努力为粉丝们呈现出最好的舞台，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陪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起成长。谢谢你们。네이곡말고도저희가컴백한동안저희가여러분들에게작은선물을드릴거예요지금바이두티에바에오셔서저희이번앨범오버도즈주제활동에참여하시면저희앨범을받으실수있어요와不要错过了谢谢大家的支持我爱你们오那么以上是 EXO-M 谢谢谢谢谢谢以上是 EXO-M 谢谢大家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印象是这样的一二三一二三以上是 EXO-M 一二三 We are 我谢谢一二三 We are